这个是名字和。我们看看这个印尼的。漂亮，这个 C 级难度。The winner of this bout, Rusan, Singapore Republic,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.我们看到这个印尼的乔西·迪斯托，他在整个的演练的过程当中，动作的完成情况非常好，而且他的这个难度分的这个高飘，啊，你看他动作质量是5.0，那么演练水平是2.67，难度动作满分2分，然后最终得分是9.670分，目前排在第一。我们来看看中国选手。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中国的杜博文的这个演练确实水平不一般，哈哈，人家高出一筹啊。他不仅在动作质量完成好，干净有力，同时他整个的演练的水平高啊，刀和这个
就是器械和人的整个融为一体了。你看他的动作质量5分，那么演练水平最高，目前是2.73分啊，难度分也很高啊，2.0，到现在是得分是9.730分，排最低。这位瑞士选手的演练呢也完成了啊，整个来说他的那个动作质量比较规范，但是和中国的这个顾文来相比呢，他差在一个这个那个动作的一个是难度的高飘度上啊，一个对这个男刀的理解上，看似都在表演一个男刀的比赛，但是呢这演练水平还能区别差。你看他动作质量是满分5分啊，难度也是满分2分，那么他主要在演练水平上2.623分，他最后得分是9.623分，排在第5。这表演是来自卢旺达。他有个晃动叫扣0.1，在动作质量上。我们看到这位卢旺达的小伙子在整个的演练过程当中啊，
动作基本上是能够完成啊，动作质量不是说特别的高啊，能完成。你看他的动作质量是得了4.7分，目前是比较。